主料：低粉100克，草莓酸奶85毫升，橄榄油20毫升，蛋白5只，蛋黄5只，糖70克。辅料：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准备好并称量好材料，蛋白里加入盐，分三次加入白砂糖，打至硬性发泡。蛋黄里加入草莓酸奶与油，打均匀后筛入低粉，打蛋器打至无干粉，大概10秒时间。蛋黄糊与1/3的蛋白混合均匀，倒回2/3的蛋白霜里，翻拌均匀即成蛋糕面糊，倒入中空模具里，放入150度预热好的烤箱里，倒数二层，烤50分钟，加固1分钟即可出炉。出炉倒扣，放凉后再切进享用。烹饪技巧：戚风蛋糕不会失败，要注意以下几点：一、打蛋器与打蛋粉必须无油无水；二、蛋白一定要打到位，打至硬性发泡，即起打蛋器时磨成尖尖的样子；三、拌面糊一定不要画圈，要用翻拌的方法；四、低温烘焙，放凉透再脱模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